帮你搬。哦，不用。哎，但是啊，在家里圣诞。这是你讲的。哎，我现在是搬去水呢。台中彰化咒术师使馆营业额花了500万都没有。有一个48岁来我们医院一次成功的江小姐送的哦。水，这应该是4个人嘛？他们两个还没拿吗？还有谁的？双胞胎的啊，台北做几次？对，你是说滋润还是就取卵了？取卵应该4-5次跑不掉吧？有12次、哦，台中5次，台北5次，高雄2次，12次。然后再来就来这边。我这边取卵就切片染色体异常，我给你取2次呀。取2次，对。对啊，就染色体不正常，跟陈医师一样啊。对。对，所以总共有14次。终于在第15次成功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们那边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这15次来第一次验孕两条棒哦。对，超过总花费啊。500万。500跑不掉吧？哎、欸，我这里让花费最便宜最便宜好不好？我没有指你这边，我都没有指。应该500万跑不掉哦。哦。也当要一栋，家己也当要一栋楼啊呢。没有大楼哈，我住家己无栋，大林，阁买无啥会着嘞。即摆大林房子还嘛足贵嘞。恭喜了，啊！你先生你聊开等你，啊！你要不要赶快？要去抽血嘛？对啊，就是抽，我抽血就可以知道几胞胎了。是啊。哎。啊！如果抽血知，你这个会给你婆婆吃吗？知道小，关于什么那个都不知道哈。不知道。啊。你如果要知道的话，必须2天之后再来抽血看那个数字，不用了。相信我，蔡医师，我不会给病人外孕的。你看我那天植入的动作，你就知道我多细心。你比较。